大家好，今晚由廖靖文同癫当助阿赞同你睇天气，踏入2013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元旦日本港天气持续寒冷，虽然冇之前几日咁冻，但市区气温都系只有11度左右，而且天气干燥。唔知听日嘅天气会唔会再暖啲咧？一齐睇下癫当嘅预测。唔該曬，癲當預測聽日咧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早上天氣相當清涼，市區嘅氣温咧介乎14至18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，咁相對濕度咧就介乎55%至80%。今日睇下未來幾日嘅天氣啦，一股季候風補充咧會喺星期四抵達華南地區，並會喺隨後幾日咧帶嚟寒冷嘅天氣。本港天氣咧會大致多雲，天氣清涼，週末天氣寒冷，氣温咧介乎11至17度。跟住睇下華南地區嘅天氣啦。澳门、深圳、广州、东莞呢四个城市咧都系多云，四个城市嘅气温咧介乎9至18度。另外四个华南城市嘅天气，珠海、中山、佛山、韶关都系多云，气温咧介乎7至18度。最后睇埋四个主要城市嘅天气，北京、上海系多云，天津天晴，成都天阴，四个城市都好冻，北京最低气温咧更加低至-14度。今晚癲當天氣預報時間就講到呢度先，聽日再見，拜拜。